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شخوي توانجي خوجو يفو مو روى شمن خو لو رن دا تشان لي وي لي يتي زن صون شون غوي ان لا جون شي جي دا جو ان لا زي غولن زين جون شو ني من ين دان شين شان ان لا دي تشي سي اي شين شان سي اي شين شان دا رن و جان شون وان و فاي جو و يو ان لا دو اي و او 我见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伊斯兰市民是公正仁慈宽容心，一心心和人心的市民。他的目标是人们可以享受充满文明的、有尊严的社会，赚取好处的稳定而安全的生活。 并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私和吝啬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全社会成为一个整体。人生没得会早，就一个建立在团结、给予和建设的基础之上的结构紧密。 基础坚固的智慧，牧师说：“谁的父偏偏的摔跤了，而同时知道他邻居正在挨饿，谁就没信望信仰我，又说谁在帮助他的兄弟，阿拉就在帮助他。” 谁带一个穆斯林解决了一件困难，阿拉就替他解决复生日的一件困难。谁保护了一个穆斯林，阿拉必在复生日保护他。我们需要提升宗教、道德、人性和社会的价值。 尤其是在困难和危机的时候，伊斯兰教提升了善待人们的价值。尤其是对弱势，要更关心、更重视。牧师说：“对穷人，实际的一份回赐；对学情，实际的双份，实际的回赐和。” 接受的回赐，孝敬父母是最大的成功，是最好的功效。阿拉命令我们孝敬父母，善待他俩。正如阿拉所说，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这崇拜他，应当孝敬父母。 如果他俩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堂上达到老门，那么你不要对他俩说“呸”，不要呵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你应当毕恭毕敬地俯视他俩。 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求你怜悯他俩，就像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毫无疑问，孝敬父母是种现实和种事实的道德。阿拉对于亚哈说：“是孝敬你的，不是报答的。” 不是忤逆的，《古兰经》中第三章二十九节所说：“孝顺我的母亲，她没有使我做报答的不明的人。”孝顺父母的心是有多重，你应当毕恭毕敬的。 服侍父母，正如阿拉所说，你应当毕恭毕敬地服侍他俩，而善待父母，尤其是他俩老态龙钟了，
则他们需要同情。正如安拉所说，如果他要选择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当上达到老迈，那么你不要对他俩说呸，不要呵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有礼貌的话，你应当毕恭毕敬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你怜悯他俩，就像我年有事他俩养育我那样。我们强调谁善待了自己的父母，谁一定获得今后两世的幸福和成功。父母对孩子的祈祷是最有希望得到应答的。正如安拉的使者所说，三种度啊，我也是被称领的被鬼惹的度啊，流行惹度的父亲对孩子度啊，祝贺那些善待父母的人，他们一定获得今后两世的幸福和成功。不善待父母时，没有幸福可言。我说了以上这些，去安拉饶恕和你们，一切赠送全归安拉，用世界的主。我坚信万物非主我有安拉，独一无二。各位穆斯林，伊斯兰教法强调孝敬父母，以嘱咐要善待老师和弱者，并没有履行对他们的权利。穆斯林告诉我们，尊重白发的穆斯林老者，结束穷尽安拉。正如穆斯林所说，尊重白发的穆斯林老者，必须穷尽安拉。又说，不等待我们的小的，不尊重我们的老的，他就不是我的人。又说，年幼者当向年长者道安。穆斯林曾说，让年长者先说吧。伊斯兰教法伟大的新的体现之一，就是伊斯兰命令善待老人和弱者，无论是穆斯林或者非穆斯林。一次，奥马尔·布哈塔布看见一个兴奋天津的老人向人们伸手，他偏下令把讲课交给他。我们特别需要特生彼此合作，团结互助和相互尊重的下士，这会使整个社会充满爱、欢乐和稳定。主啊，祈求您保佑埃及和所有国家免于各种患难。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